白天，两名男子就在马路边上演全武行。红衣男子表情凶狠，真的气炸了，用力抓着灰衣男子，大力将他推倒。原本要落跑的他被灰衣男子回击，但红衣男子体型壮硕，将他压在地上痛打一顿。两人扭打，还一度滚到大马路上。马路上驾驶纷纷闪避，就怕一个不小心发生车祸。而路边的热心民众赶紧上前劝架，将他们拉开。目击民众表示，母亲节当天，两人疑似在大街上发生碰撞后引爆口角，才会大打出手。只是这样失控的行为真的好危险，好像打到路上，觉得会很危险。这两边我觉得车流量都蛮多的，对。所以就比较危险。这场街头斗殴就发生在台北市公馆捷运站旁，在人车众多的地方，情绪失控，拳打脚踢，不顾生命安全，让用路人饱受惊吓。记者杨子健、吴子怡台北市报道。